我们现在来学一下什么叫做首字放大。首字放大，举例来说，在最上面这边哦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小美的小这个字？首字嘛，首字是不是一个中文字？对不对？那如果是阿拉伯数字，例如说2016年是个资讯起飞的时代，那这个时候你就2016四个数字都要一起选哦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做首字放大，是不是选到第一个字？第一个字，接下来点选插入里面的首字放大，看你是要绕边，有看到绕边吗？还是靠边？你有没有发现？很清楚吧？好，我觉得在这边绕边会比较适合，我就点选绕边。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小，是不是就变很大？这就是首字，就是第一个字嘛。放大是不是确实做到了第一个字变大？怎么样只有第一个字呢？因为我刚刚是不是选第一个字？选了第一个字，然后接下来点插入功能标签底下的首字放大，那你可以自己去玩一玩，看你要哪一种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就接下来就请你们练习首字放大。